老板，快给我看看，我这值6000多万的东西。6000多万？对，这是我找专家已经看过了，一个给我估保底60万。保底60万？那你这多少个？103个。那照你这样算的话，确实6180万。对呀、啊，我跟你说，这看他弄的吧。啊。这是前几天俺婆婆这边挖东西的，这挖出来的。哦。挖出来的，然后俺还有个婆弟弟的。啊。婆弟弟他想要一半，我这问到价钱了之后，我给他说了，我弄丢了，我进珠贵东西，我不可能分他一半啊。这丢了，一人一半不正常了吗？耶。我当大嫂的，我想给他给他，我不想给他，他都只能看着。那你来找我这来干啥呢？你这不是找专家，不是人家外地的吗？咱也得去，这下子进去钱往子，我去了我也害怕呀，是吧？万一路上人家给我抢走了嘞，我想着咱这本地要有了，这搁咱本地卖多香啊，对不对？那你也怪看得起我没你6000多万，你叫我来说。你想想。就我给俺弟妹说的那丢了啊！我这6000多万，我好几天没睡着了。这这些钱，我这辈子赌钱能花完。这又一想，还占俺弟弟3000多万的便宜。那你这，你咋说啊？先别讲这个东西，它到底值不值6000多万？啊，就我们俩之间啊，挖来了这老祖宗传来的东西啊，一人一半，这是公平公正的。那我说我弄丢了，那自家的东西咋着？还得叫我赔吗？我这当老大的，我都不给他。啊，好，那我先给你看一下好吧。你可能认为这价值6000多万，你不想给他。其实啊，这并不值那么多钱。我刚才大概扫了一下，你这个确实都是真的，而且特别漂亮，钻光，这都是原光笔。那是的吧？我看着还不赖。但是啊，这个东西啊，这是广东的数字号。广东的数字号，你看有你怨念。广东的数字号数量是非常非常多的，它的年份啊发行的也特别多，有元年、二年、三年、七年、八年、九年、十年、十一年、十二年，嗯，也有四年。四年的话是比较贵的，然后我大概看过了，你这基本上都是九年、十年，这就给你算你喜用年份吧，元、二、三、七。这就100稍微多一点，如果不是喜用年份的是8、9、10、11的话，那就不值钱了，就100上下。100万吗？快。100块啊？对。你这老板，你别给我看错了啊！哎，这不会看错，因为啥吧？因为当时啊，广东经济非常发达，而且啊，广东人民有使用零钱的习惯，用它便携带，找零也特别方便。嗯，适合流通，所以说啊，它的量就是比较大的。但是有啥说啥，也有比较稀少的年份。你像四年吧，四年的话，一个能达到几千块钱，因为当时四年的话比较稀少，恰逢那个银价大涨，所以说啊就没有制造多少。你这个确实我都看过了，这一个能给你走到通州的话，能给你走到100块钱上下。100块钱上下，嗯，跟你专家估的60万差的也太远了吧？那你这个东西也很简单，怎么验证谁的说法对，谁的说法不对吧？嗯，你去你们当地，看那古玩街，多问10家、8家、20家，甚至50家，看大家都报什么价，你心里就有个谱了。像这种小耗子啊，并不是说所有的小耗子都值钱的，你要像比较贵的小耗子啊，比方说这个丽龙一角。一个普通品相的也要1-2万上下，但是你这种小数字号啊，你看你自己一挖就能挖出来110个，嗯，任何东西都是物以稀为贵嘛。那我也得去再问问人家了，你说这价钱错的有点太多了。那是的，可能刚开始你想着它值6000多万，你不舍得分给恁弟，嗯，这其实103块啊，我估计也就1万上下吧，或者1万多一点，可以一人一半，很公平公正嘛。你说的对，老板啊。他要是我得再找人家看看，他要真值6000多万、啊，那我铁定不给他。他要真是像你说的，值个100多块钱呗，啊，我得回去我给他说，这值钱500块一块，500块钱一块我卖给他。那
因为你啊，你这不做生意啊都亏啊！你我给你估价卖价都是100元上下，你反过来加500卖给恁弟，本来就该由他一半的，你这样不合适吧？有啥不合适的？我俺家老大，我说了我都算。那这样吧，这样吧，你看你咋处理吧。我建议啊，兄弟之间来帮忙啊，不止这3500的，你随便帮你一件事也不止3500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还是像这传家宝啊，还是兄弟平分，以后和谐一点。老板，你也不用管那些事，老大嘞就得有老大的权利，是吧？好好好。